好，来看一下最后一关，就来到它的一层，先进去。最后一关相对不会很难，就是要找那个宝石的线索。好，进入这个位置之后，还有两个门。首先，第一步，捡起这个水桶，然后去地下室。然后，在这个滴水的位置放置你的水桶，然后接水。然后你因为接了水，然后拿这个水去浇火。这个火浇灭它，拿这个水去浇灭它。好，里面就有一个梯子吧，这个梯子就是你去拿线索的一个工具，然后将这个梯子架在这个上面有一个雕塑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个就是你要的线索，通通和 Morgi，这鹰的线索，通通和 Morgi，然后鹿的线索，哎，太远了。鹿的线索是 Porgun Hunton。然后是野猪的这个位置，是 Tombstone Quail。好，这个就是三个雕塑的线索。那你就要去其他的位置，就是2楼、3楼、4楼，找到它对应的线索的位置。打到葡萄，好，在2楼只拿到葡萄就可以了。
啊，羽毛，打到了羽毛。四楼是这个位置啊，对准这个相框。同样还是打这个地狱木马，要你的那个材料。哎，打到东通憨，哎不，好，拿到材料之后，再跟这个雕像对话。这样子的话，就能拿到这个宝石了。哎，我梯子。你要先架梯子，再跟他对话。是哪一个？哎，好，拿到所有的宝石之后。你要确认一下它这个宝石它对应的这个数字，这个是六，这个宝石是四，这个宝石就是八，也就是说它答案一定就是四六八的任意一种组列排序。然后这就是他的线索了，他的意思是野猪在草地上跑得最快，然后鹰是最后的，那么也就是说你输入的顺序就是野猪、鹿还有鹰所对应的那个数字，也就是486。哎，好，解锁，然后拿到了这个通往这个大门的钥匙，这个大门的钥匙就出去了，然后你就会逃出去了。来就有这只老鼠，他说感谢你，欢迎随时回来玩，然后你要进来的时候，你想他会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管在什么时候。干什么？然后就是最后几句话。哎，有就变成老鼠了呢。2020年10月18日。今天又多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。如果你吃了蛋糕，我会很高兴。
悠悠球。